一年一度的三藩市农历新年花车巡游即将在这个周末举行，负责制作巡游花车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装饰工作。汤雪敏带大家一起看看。唔运气呢几日风大雨大，东湾部分地区今日清晨见咗落雹。咁虽然天公唔做美，但三藩市一年一度嘅农历新年大游行仍然风雨不改，工作人员捉紧最后时间装饰游行花车。A lot of glitter, a lot of sparkly paper, a lot of paint, varnish. What else is there? A lot of bunny rabbits this year. 负责人介绍话，今年总共有25架花车参加游行，除了有金银财宝、花灯等装饰，当然都不少得今年的主角兔仔。参与花车装饰工作的赵振军，五个月之前刚刚从中国来到三藩市，今年亦都是他第一次看游行。是啊，我也很想看到游行，也很激动。虽然以往的游行日通常都会落雨，但仍然会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观看。But rain in the Chinese and the Asian tradition means really wealth and bounty. It means crops are going to grow. It's the end of the dry season. It's a good thing. 兔年农历新年大游行将会在今个星期六2月19日夜晚5:15正式开始。本台也都将会从6:00去到8:00为你实况转播。20个台记者汤淑敏报道。